小安，你在哪里啊？小安，小安，阿杰，你在这里干嘛呢？我刚在里面弄了一个包谷面。包谷面啊？你怎么今天看起来有点不太一样啊，小安？你是不是化了妆啊？对。你化妆要去干嘛？要去相亲呀。啊，你要去相亲？我只是在里面试衣服，然后就想化个妆。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你真的要去相亲呢。你刚刚试了什么衣服啊，小安？就是我们彝族的衣服呀。之前我来你没穿过的衣服吗？嗯，对。可以穿给我看一下吗？我想看一下。现在好多了。阿姐，你真的觉得我这样算漂亮吗？真的太漂亮了，小安。结婚的时候穿的衣服吗？啊，小安，我不知道，不好意思啊，小安，还让你去特地把这个衣服换上给我看。那我，小安，小安，小安，你怎么了，小安？小安，你别哭了。听到你哭我也很难过。你不要难过了，小安。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想到你爸爸妈妈了？你不要难过，小安。小安，别哭了，你一定要振作起来。你爸爸妈妈知道你很难过的话，他们也会很伤心的，你知道吗？不要哭了，你看，又哭了。你今天化这么漂亮的妆，你都把他给哭花了。阿杰，对不起，今天没有控制好情绪，让你见笑了。没有啊。我觉得你能够这样对我敞开心扉，我觉得我也感觉到很荣幸。希望以后有事情我们都能够互相聊一聊，这样的话对自己要好一点，不然你一个人的话，你憋在心里面很难受的。要坚强啊，小安，开心一点。